疗愈阶梯花园，疗愈，疗愈这些花。啊、哦，你好漂亮哦！你好漂亮哦！好啦，我要来坐火车了。好、哦，我要来坐火车。现在要先坐到哪里？坐到基隆好了。嗯。这么漂亮、嗯、怎么好像没什么位置可以坐，希望我可以坐到位置。哎呀，都在玩呢，就是到处走走，到处坐火车，到处去，到处玩，好快乐，好快乐，好快乐哦！祈福平安，什么？搭火车由知名寺庙，祈福保平安，台日酸甜，友好交流。搭铁车到寺庙，OK。
看。慈幼宫，可以到慈幼宫，可以到万家龙山寺，可以到新竹城隍庙，大甲妈祖庙，还有这里是哪里？嘉义，嘉义城隍庙，嘉义有城隍庙，还有高雄三凤宫，屏东慈凤宫，台南天后宫，彰化开化寺，北沙屯在哪里呀？洪天宫，千水祖师庙，好久没有去了。正济宫，基南正济宫，我没有去过吗？然后大理，这间我有去过啊。大理，天公庙，吉安圣安宫，在花莲吧。关山天后宫，也是在花莲，在哪边啊？关山是在哪里？潮州三国王庙，宗主宫，潮州在屏东哦。潮州在屏东哦。关山是在哪里？关山台东吗？然后我等一下去哪里？我可以到三貂岭，八斗子，然后青铜，我可以到青铜去玩。芙蓉、大理、板桥、白沙，台湾就好佚佗的，算袂完。这么方便哦，我以后可以来这里拿书来看啦。这个书都是新的呢，好棒哦！花莲公车三日游，333，自由配。三日，阿们爱来到花莲去，到花莲到沙冈，阿弥陀佛了。